大家好，欢迎咧翻到嚟《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啦。咁啊，今日咧就系二零二一年啊5月2日星期日嘅时间。咁啊，今节咧由我许留山啦，仲有我哋嘅马来西亚全能战士大马上马来近，各位芒友好，澳洲红仔饼真 B 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请大家 like 我哋段片啦，留下言，最紧要咧就订阅埋《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正向部晒冷气三个 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啦。咁啊。今次咧翻翻嚟讲乜嘢咧？大家见到个标题啊，都知道我哋讲紧边坛嘢噶啦，就系、是、两大癫佬啊，就系、是、呢个钟庭耀加钟建华咁啊，双中合璧系啦，冇错啊，孖中吓系孖中喺呢个癫佬咧，佢哋最响朵咧，近期最有焦点性同埋最有娱乐性嘅咧啊，冇谂过咧民调可以咁有娱乐性嘅、哦，就系、是、啊所谓嘅泛民咧嗰班友仔究竟严唔严任咧？嗰、那个民调咧？真係咧，佢哋真係唔方唔問條喇叭，簡稱就係條喇叭啦嚇。嗰、個尤其是嗰個鍾建華咁啊，相當好笑啦喺呢一壇嘢裏面。咁啊，最近有啲咩事咧？呢壇嘢嚇嗱，佢哋短短地咧，其實出道咧就唔係好耐嘅啫喎，就成立咗兩年啦，但係咧都參與過好多次唔同嘅民意研究啦。咁啊，啱啱啦，租約期滿，灣仔嘅辦事處咧。就正式收工、啊、就話咧搬翻曬佢哋黃竹坑嘅總部啊，咁啊喂開兩個嚟做乜鬼啊？一個就算啦，係嘛？咁依家咧佢哋香港民研嘅主席兼 CEO 咧，鍾庭耀就話搬嚟灣仔辦事處咧，就話自己咧係唔涉及金錢嘅考慮嘅。嗱、啊，不過咧話説回來，咁佢對於佢哋香港民研啊收到嘅捐款咧，咁佢又點樣睇咧？他們都說的是現在他們再收得到回來的捐款已經真的大減了，不過財政方面都是叫健全的、嗯、我們都可以說一下這壇東西究竟怎樣叫健全，是不是有手有腳、啊、還是怎樣。他說現在即收入大減或者捐贈大減的方面大家都知道了，或者他們都覺得在這個叫變化之中，也是他們的意料之內，當然說意料之內，不是意料之外嗎？現在他們都沒有說叫什麼籌期還是怎樣的，那是不是還頂得住呢還是怎樣呢？我想會不會是一個、叫做反手呢、哎、我們不等錢花的，不過怎樣怎樣我們都會繼續捱下去，繼續撐下去的，是不是想引起少少人對他們的支持呢？這個呢都不可以排除這個可能性的。嗯，嗱，佢哋成立咧第一年啦，2019年嘅7月1日啦，到呢个叫2020年嘅6月30日咧，佢哋当时啊筹集到嘅启动基金咧都相当唔错喎，去到有928万嘅捐款噶喎，唔错喎，真系。嗯，嗱，咁筹到当初筹到呢个钱啦，不过咧去到上年嘅7月1日，到今年嘅3月30日咧。他們收到的捐款只剩110万，嘣一聲少了很多，我們記住、啊、大部分呢、那個給的錢都是叫月費的形式的，他說也不介意市民的贊助就變少的，不過都沒計了，也都不會考慮叫眾籌的問題，認為未來這一兩年都叫做能夠可以叫自負盈虧，都不是一個那麼大的問題的，會憑著市民啦嘅支持咧，繼續運作咁啊，做得會更加好嘅。咁我哋都講過噶啦，最近幾次咧，佢哋都曾經啊，例如好似泛民47友嗰啲案件啊，呢樣嗰樣咧，癲佬鍾建華咧，亦都係有份翻去咧叫協助調查嘅。咁啊，最近咧佢哋啲民調都好得意啦，嚇，亦都幫政府咧唔同嘅領導層啊，甚至乎去到林鄭月娥啲評分啊，呢樣嗰樣啊，咦，都做咗好幾次咧。如果你問我啊，正面嘅喎，系正面揭露啊，简直系啊，或者叫正面帮手咧，做一助攻，令到咧因为始终啦，我哋点讲咧，即系癫佬钟建华呢件事先，钟庭耀咧其实就唔系咁癫嘅，正常好多嘅。咁佢所做嘅调查啊，对于特首嗰方面咧，我觉得嘅系有正面嘅帮助嘅，呢、這个应记一功，即系佢哋玩呢个阴，有啲似嗰啲黑白无常啊啊！佢哋最近咧出嚟嗰、那个搬出去嘅时候咧，都有。都幾得意喎！鍾庭耀咧真係著住黑色嘅西裝啦，而呢個癲佬鍾建華咧真係著住白色嘅，佢嗰件招牌短袖恤衫啊嚇，係有啲似黑白無常嗰個玩法咁喎。就話啦，喂，依家咧灣仔個辦公室啦，除咗要俾啲乜嘢
管理費啊、燈油火蠟啊嗰啲都係錢嚟噶嘛，係咪啊？咁啊，搬翻黃竹坑之後咧，依家咧啊嗰個租金方面啦，都會控制得會叫好少少嘅。係依家啦，咁佢哋嘅方向究竟係想點啊？除咗做咧受到委託嘅文調，等佢哋有嗰個收入之外咧，其實咧就冇其他收入來源噶咯，所以只能夠咧就做到叫節流。咁係咪咁多嘅機構同依家？啲唔同嘅媒體啊，或者咩唔同嘅人咧，係咪只要揾佢哋做民調咧？嚟緊啦，佢哋應該都會叫吹淡風噶啦。嗯，泛民啦、啊，甚至乎唔同嘅政黨啊、團體啊，仲揾揾你幫手做民調咧，大家都可想而知啦。點解咧？喂，我哋今日有一節都講啦，湯家驊嗰個給香港的信，依家啲人傾向咩啊？信謊言嚇、啊、造謠。反而咧係信咗呢一啲先喎。咁對於呢個民調，例如好似阿布泰事件咁樣啦。嚇講呢啲咩標籤啊，嗰啲唔同嘅海關嘅問題啊，假如啊，你哋真係去再做一個調查出嚟話，喂唔係喎，原來咧其中咧有唔同嘅機構啊，點點點咧都係受都係類似嘅情況，同阿布泰咁樣嘅喎，阿布泰咧唔係獨立嘅定點點喎，喂唔係，一定係嘅，政治打壓嚇、白色恐怖，政治打壓開始啊，咪全部都係呢啲啫嘛。佢哋已經選擇咧相信咗信呢一啲咁癲嘅先，甚至乎可能有啲人話喺咩咩。在政治方面的事情 會揭露到什麼給你看、啊、是吧？喂，如果是的話，鍾庭耀真的未來都可以準備執笠了，是吧？嗯，沒計了，那他們未來呢唯有只可以做、叫做節流啦，還說呢挺有趣的，招收這個義工可以減少財政負擔，喂，不要搞錯啊，是吧？你錢就照賺，但要叫人、啊、有食無工、食都沒有、啊、有冇食冇工，仲要做義工，你都咁樣嚟減少個財政負擔喎？喂，咁得嘅？唔掂啊，咁樣。係啊，好可恥喎、啊！你咁樣嚇，叫揾啲義工。嗱，如果你揾義工翻嚟做嘅話，咁你哋嗰壇嘢嘅質素係點樣咧？喂，有冇可想而知喎、啊，大佬，好驚喎。咁啊，又問啲悲觀啲嘅問題啦。佢話嚇，你哋究竟會唔會有機會有一日唔做嘅？香港咧，其實仲需要呢啲，其實。有民調呢啲，好似佢哋啲公司咧，我哋其實唔反對嘅。我哋要澄清翻嘢先。就算啲癲佬鍾建華咧，佢喺一啲唔同嘅媒體做啲咩都好，講啲咩都好嚇。佢、啊、如果呢一個民調或者佢哋所做嘅調查出嚟嗰、那個數據同埋嗰個分析係啦，冇錯啦，即係嗰、那個你係嗰個公道嘅，亦都係顯示到嗰個事實出嚟咧。你就喺啲咩專欄度寫啲好癲嘅嘢咧，咁呢一件事唔好影響到嗰個報告嗰、那個內容就得噶啦。鍾庭耀就話啦，佢除非某一日咧，佢都被拘留啦，或者同佢負責嘅鍾建華咧，唔能夠咧親身咧就再為呢啲文言個即係香港文言做一啲工作之外，冇人幫到阿鍾庭耀啦，咁佢就可能就要真係執咗佢咯。佢執咗之後，咁點啊？就會將啲錢咧捐去慈善機構，我哋叫做話慈善機構啊，並非六一二喎。嗯，啊，呢度咧都要俾翻少少 credit 咧。阿鍾庭耀嘅，如果你呢个时候，其实我一听到话，我会将啲钱俾六一二嘅，哇，呢、這个一定系咧，唔需要讲咁多啦。我第一个直觉咧，或者第一个感觉咧，我已经当咗你系坏人先啊，即系你冇理由将啲钱俾到一个咁唔可信嘅人度噶嘛，即系嗰啲咩吴海怡啊、何韵诗啊呢班友度噶嘛，系咪？嗯，咁啊，对于咧之前佢都俾警方咧上去搜证过啊，呢样嗰样噶嘛。咁佢都有講翻嘅，嚟緊咧會更加科學化啦，資料方面咧會嗰個系統方面做翻嗰個保障啦，例如加密咧就掟翻上呢一個叫做雲端嘅。佢留意到啊，越嚟越多香港人咧話要離開啦，會拓闊咧呢一個調查時候嘅社群或者唔同嘅群組，佢哋啲人嗰個背景，甚至乎嗰個叫地域界限啦，令到啊身處海外嘅香港人咧都可以叫參加呢個研究嘅啊。呢、這個我只係有少少保留啦。你話香港以外嘅朋友係咪需要咁多參與咧？我唔知啦。如果你話個問題係關於咩移民啊、BNO 假啊呢樣嗰樣咧，咁我覺得都可能有嘅。但係你話真係實際佢哋呢一班人走咗嘅，或者喺海外嘅，對於香港嗰個民意嗰方面咧，係咪真係咁了解可以叫反映到咧？我覺得嗰個幫助或者個需要咧都並非咁多嘅。佢哋再能唔能夠做落去咧？如果他們能夠做下去，認真地做下去的話，其實都是對於香港來說是一個好事來的，是吧？都是的。那你看到了，他們這班友呢，就是這個香港文言，我們最後想補一點點，在他們關於那個叫捐款的問題在這裡，他
佢所講啊，上年嘅七月到今年嘅三月，點解都要咁少咧？大家都知啦，咁多個山頭啊，去到香港文言呢啲咧，其實真係都係叫實幹呢啲啦。嗱，太過實幹呢啲咧，反而咧中中直直咧，阿大馬上知唔知下一句係咩噶？終須乞食。哦，係喎，依大馬，我初以為大馬上唔知啊，因為我唔知大馬上知唔知我哋啲即係廣東話呢啲咁嘅呢啲咁嘅過癮嘢究竟咩啦？你太過中中直直，即係中庭耀咧，佢唔係嗰個中啦，當然啊。咁你太過中直嘅話咧，係咪要會乞食咧嚇？你突然間仲要做個民調出嚟嚇，竟然林鄭月娥嘅評分係上升，你有冇搞錯啊？我哋一定咧 cut 你 ，cut 你嘅資金，你應該做佢啲負數啊嘛，發負到第十八層、第十九層先至係噶嘛，有冇搞錯啊？嗱，佢哋當咗咧自己咧嚟睇歌舞表演嗰啲咁樣啊，即係打兩個筋斗啊，定點點嘅側手翻啊，呢樣嗰樣。喂，依家唔係咁樣啊，唔夠激，唔夠走到上最前咧，即係好似咩傑斯啊、千里個爸媽啊啲咁樣咧，冇咁嗱，你諗下喎，反而嗰啲咁癲咁激嗰啲咧，有嗰啲又揾到錢喎、啊，你真係咧真係不得不寫個服字啊，係咪先？希望啦，咁啊，鍾庭耀咧同呢個癲佬鍾建華咧，咁你好好睇住呢個癲佬啦，唔好喺外間咧講太多一啲太過分嘅嘢啦。雖然你可以話，佢呢啲係佢嘅私人時間嘅私人行為定點樣啦，你如果講得咧，你哋兩個係孖寶兄弟喺呢一個香港文言裏面做嘢嘅話咧，你哋自己嘅一言一行咧，都希望咧好好咁注意一下啦，好冇？我哋今次嚟到呢度先啦，好冇？多謝大家，拜拜。拜拜。